笑场名场面。好，今天的播放三，没事，好，东西笑完好了。啊，今天的泡泡采访结束了。好，三，就要哭出来了已经。今天的泡泡采访，还怪。今天的泡泡采访。没什么，三二一，今天的泡泡采访结束了，拜拜。都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刚刚打开窗户，然后你有没有每次都把自己笑得说不上来话吗？你有很多零食啊。状态什么？你 get 到他的笑点了吗？没有。